下午好，晚上好。国庆快乐！现在住进去几家人了？现在住进去四家人，一二三四，那边四个。说这边挖完了以后，真的力量好多。我从这边看一眼啊。耳机，耳机准备好了，说。这现在信号塔，它这边信号塔停电了，没有信号。这样的往这边一看，耳机戴好了，说。说，耳机已戴完毕。嗯，随时随地背在身上呢。嗯。信号塔离那么近都没用，停电，一停电就没有信号。现在信号不好啊？啊，信号不好，它停电了，信号塔停电，一停电就一格信号，一点点信号，很微弱。那镜头有点模糊，我看照着。啊，镜头模糊，可能一会来电就好了。现在我这个信号就一点点一点点，镜头模糊，鸡蛋没电就没信号，对，说。鸡蛋没电的就没信号。啊，我刚才吃饭呢。嗯。啊，好，我不敢乱动，我一动的话，它就信号不好。叔啊，我今年我是这么，我是想哈，今年咱们就把这两栋盖完以后啊，差不多，就那剩下的等那以后，我等回来的时候，说你觉得呢，是吧？今年就这两栋盖完。后面就不盖了。书不卡是我卡，对。啊，我没说话刚才。啊。把这四间盖完啊。啊，不是，这不是这四间，先盖两年呗，叔。这不是现在我先盖两年，后面先不盖。你走之前把这个四间盖完。啊，走之前把这四间盖完。行。走四间干嘛？几号的飞机？我11月29号。来得及。嗯。行，好的，叔。四间干嘛呢？叔，我是这意思。四间比较简单。嗯。叔，就是、啊、你看，现在那边已经饥渴难耐了吧？领导，那肯定了。你出来多长时间了？一年多了吧？我一年多了，叔。我看你一年一到年底，咱叔那会看我都一年了，一年多了。咱俩认识都一年多了，那会你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刚认识我那会还卡里还叔刚打两万股，然后啊卡里就3000多块钱。你直播间不敢说呢，啊对，直播说我直播间不敢说呢，什么不敢说？说啥？你要把话，你看看，如果要四间一起盖，是还是两间两间盖？两间两间盖吧。两间两间盖，说我跟你汇报一声啊。就是这个四间房子有四个跟我们常干的活、常干的人，不一人一栋吗？还有两个拆迁户，总共是6栋房子，啊、多盖的两栋房子给谁呢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啊，行，好。叔随便一个年度够你吃一辈子，那不，兄弟们，这个那个歪歪，你们不懂。